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大家早安。全部早安。在今天的读经音是保禄写给腓立伯的团体，他就说：“真正的受割圣礼是我们。”他说他跟腓立伯团体。那腓立伯团体是外邦的团体，他们也应该没有受过割圣礼，但是保禄说真正的受割圣是我们。原因是什么？因为割圣礼是外在的仪式，来表达出这个人是属于天主。那保禄他所说的是因为格林多团体，也就是说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是因圣神而我们就成为天主的子女，所以他才说我们是真正的受割圣的团体。我想我们都是属于天主。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我向全能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仁慈的天主，由于你的恩宠助佑，你的信徒们才能虔诚地赞美你，合一地侍奉你。求你使我们顺利寻获你的恩慈。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攻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真受割礼的人是我们，因为我们靠天主的圣神实行敬礼，以耶稣基督而自豪，而不信赖肉体。虽然我也可以信赖肉体，如果有人自以为能信赖肉体，那我更可以。我身后第八天受了割礼，出自以色列民族，属于本雅明之派，是由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法律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曾经迫害过教会。就遵守法律算是义而言，我是无暇可指的。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
你们要讴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妙画工，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想望瞻仰他的慈言，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雅各的子孙，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遍及各地。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说：“你们这些辛苦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好些税务员和罪人都来接近耶稣，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纷纷议论说：“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和他们一同吃饭。”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而不把99只留在旷野，去寻觅那失落的一只，直到找到为止呢？找到了，就高兴地把它扛在肩上，回到家中，请朋友和邻人来，对他们说：“请你们来与我一同欢乐吧，因为我失去的那羊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比为99个不需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大。或者一个妇女有10个银币，若是遗失了一个，那哪能不点上灯，打扫房屋，细心寻找，直到找到为止呢？找到以后，就请朋友和邻人来说：‘你们来与我同乐吧，因为我失去的那个银币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天主的使者也要这样欢乐。”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大家平安。神父平安。我想我们都熟悉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迷失的羔羊，有100只，一只迷失了，牧者就放下99只去寻找那迷失的羊，找到了就很开心地把它放在肩上，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庆祝。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因为前面的就是说罪人跟这些
在社会边缘的，他们都来到耶稣跟前，这些税务员来到耶稣跟前听耶稣讲道理，也耶稣也跟他们一起吃饭。法利赛人经士们就开始说，这个人他跟罪人在一起，他如果他是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些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为他们来说，这些罪人不可以来接近这些自以为是义人，或是他们自己自称是义人的，他们应该保持有相当的距离，不可以随便跟他们在一起。就说这些的罪人在这些法利赛人经士们的眼中就是不配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这次是被轻视，所以他们耶稣看到了他们这样的，他就讲了比喻，那这些的罪人好像是迷失的羔羊，需要我们去照顾，需要我们用心细心的去把他们领回来。好，犹太人有一个故事，是这个故事说是一个拉比，那这个拉比叫做 Rabbi Eliezer， 他虽然他是一个拉比，但是他安排每一个礼拜有一天去向著名的老师去学习圣经。有一天他去学习去上课，上完课他回来，他回家的时候他就骑在驴子上骑驴回家，但是他在驴子背上他就很得意的，就是一边骑驴子一边微笑，因为今天他终于学习了圣经里面的新的知识，他就很得意的就回去。那在路上他就遇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一看到他在驴子上面，就用希伯来的习惯说 Shalom， 就是祝福你平安。但是这个拉比 Eliezer 他一点都不理他这个人，他就继续往前，但是他就转身一看到他，一看他说，你为什么长得这么丑啊，你的家族中，你们的家族通通是不是像你一样这么丑吗？以后这个人就跟他讲，他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自己去问师父。Eliezer 就问，哪一个师父？就是那创造我的那个师父，他是不是创造错了一个人，创造了这么丑的一个作品？那 Eliezer 一听到这样的人他这样的说，他从驴子背上就跳下来，以后呢到他面前就匍匐在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求你宽恕我。但是这个人就说，我不会宽恕你，直到你真的是去问了师父，师父告诉你他的作品是不是这么丑，他用的是模型创造了我，如果你有了这个答案我才宽恕你。他就往前走，那这个 Eliezer 一听到他不会宽恕他，他继续往前，他没有再骑驴子，从后面是步行跟着他，他到了他们自己的前面的那个人，到了他自己的村庄，他一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一看到就说，师父欢迎你欢迎你。这个人就问，你们说师父是谁？你后面的那个人就是 Eliezer。 以后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如果他是一个师父，我希望在以色列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他们就问怎么了，他就跟他讲了这些，就说你们这些也是，他说是你们这些也是这么丑。对，以后他们这些人就是跟他讲说，好了，你也可以宽恕他吧。他说，我本来不想宽恕他，但是为了你们我真的是要宽恕他，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从今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事。他告诉 Eliezer 这个师父说，你自己去问师父，师父用了什么模型，那这个模型是好不好，为什么出现的就是像我你说这么丑的这个作品。我们说我们是以天主的模型而造成的，我们是天主的肖像，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我们所轻视。法利赛人轻视这些
罪人，所以他们就不想要跟这些法利赛人接近。耶稣接近他们呢，看到了他们的心，他就讲了这个比喻：迷失的羔羊，还有迷失的硬币，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价值。甚至如果你因为是悔改，因为是你 被排斥，你回到天主那里，你会造成更大的欢乐。我们圣诞节快要到，可能有一些人很久很久没有来教堂，他如果那一天也好不容易会回来，我们也应该很开心的欢迎他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把我们今天的祈祷奉献给天主。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其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统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神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
保守我的灵魂，爱护我身上的